观光。一早，上海首发团首先来到台北的标志性建筑101大楼，508米的它也是台湾最高的建筑，地面上有101层。这里的两户观光电梯据称是世界上最快速的电梯，每分钟的速度可以达到1010米。是很过瘾的，它而且很平稳的，那个速度是据说是每秒要16.8米，那是非常快的，而且也没很大的感觉什么不舒服。台北的阳光灿烂，能见度非常好，登上楼顶，台北市的主要建筑与美景一览无余。而在欣赏台北全貌的同时，大楼之上的高空信箱也令团员们着迷，好多人都买了明信片寄给亲人朋友，以此纪念到访台北101大楼。另外一个重头戏是台北故宫博物院，首发团不少游客对其中的藏品早有耳闻，游览当中团员们把十几个展厅一一仔细地看过去，连呼过瘾。而著名的三件镇馆之宝翠玉白菜、肉形石、毛公鼎更是让游客们印象深刻。它不像一个不像一个故宫，好像像一个艺术馆，里面东西都是稀世珍宝，都是珍贵的，看了以后感觉很美。